子杰什么感觉？感觉距离杀青任务任重而道远。想吃？想吃吗？想吃这个花可以吃吗？泡个手套自己扒了吃，他应该不能吃吧？他小孩肠胃不行吧？我能的。你吃过生腌吗？吃过生的吗？你吃过生的吗？吃过。都有第一次。有人 Q 子琪说可以唱个粤语歌吗？你们先。那个王子琪去试衣服了。王子琪不在，他说。王子琪说王子琪不在。嗯、王子琪就是你啊。你是王子健，对，我是王子健。来，你是王子健。大家让你唱一首粤语歌，来吧。孤勇者，唱一首孤勇者。安香，爱你不跪的模样。哎，现在害羞了。说让子琪唱孤勇者。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嗷嗷唱。对啊，一接歌，绝对接得上。快来，全总。你先说。你再接一下来，欣欣。你们先说。爱你不跪的模样。啊、你把他的唱了，对啊，你把他的词唱了。嗯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唱小点，听不见。爱你孤寂孤寂望，不肯。怎么这么害羞呢？跟我们闹的时候怎么不害羞了？